大庭为大，专注付出二十多年，他是慈济志工翁正阳。罹癌往生后成了大体老师，义大医学院学生特地到他家中拜访。希望可以借由这就是翁老师，然后我们就在我们的医学的解剖课上，那我们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多的学习。好好利用，可以救更多的人。透过翻译，翁正阳的妻子特地与外籍生分享大爱理念，无私的心触动了学生。在生前当慈济义工的时候，就已经是非常伟大。那他们又想要在就是过世之后，还能有一些就是把他们的身体奉献出来的这些情怀啊，我就是觉得非常感动。 要圆满当大体老师的愿得家人同意，这位周小姐的父亲花了2年和家人沟通，出席追思会的女儿依然满满不舍。她虽然不同意，可是还是愿意让老师完成这个理念。还有人为了捐大体，生前就开始保护着身体。为了要把她的大体再奉献给这个社会，在背后这3年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，这样子来让这个身体不受到伤害，这样子，对。 这是我感动的原因。无言良师的点滴用心，将成为走向仁医路上滋养他们的最大能量。大爱新闻陈怡贞、林道明高雄报道。